身体有一点不适。本来一开始还可以，但是我一上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，然后开始有一些很紧张。但是我需要适应一下，所以在第一首歌，让你们把这些歌唱完，这首歌唱完，专属天使。不过呢，我利用这个说话的时间，这个 talking 的时间呢，让我适应一下，让我休息一下，再次回到台北，再次演唱，再次办这个演唱会，让我真的感到非常的不容易。那其实有很多次，真的很希望可以再一次在台北办演唱会，其实有很多的机会，但是就让我觉得没有办法跨出这一步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一样还是站在这里，然后唱歌给大家听。这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亲手放在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当幸福洒满夜晚。I count you know， 不信什么歌。Thank you.